哈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，我是主播迷妹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《拉卡》，这是由第九区的导演制作的短片，总共有三卷，《拉卡》则是第一卷。二零二零年的德州，人类都成了害虫，被外星人统治，他们夺取了人类的文明和历史，用将死之人包覆人类的标志性建筑，濒死的哀嚎不绝千里。他们还在用存活的人建造某种育种设施。 逃脱的人说：“那是一个比地狱还可怕的地方。人类成了外星幼崽的孵化器，他们一到城市就不断地屠杀人类，建造自己的巨型建筑和大气层，种下自己的作物以消灭人类的作物。全球气温升高，城市因此泛红。他们在地球上发动战争，焚烧森林。人类已经难以呼吸，尤其是靠近他们的建筑物时，外星人还可以隔空侵入人类的心智和大脑。” 对其进行控制，将人类变成奴隶。即使人类设计出了脑屏障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这样的装置不可能人手一个。人类灭绝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尽管总有人类奋起反抗，但在强大的外星人面前，这些微弱的攻击根本不足以击溃他们。人类能获得的只是小规模的短暂胜利。诺什是个纵火犯，不被旧的文明世界所接纳，但在这个新世界。 它却是人们都需要的存在，因为它可以制造出很多对付外星生物的武器。带领人类进行反抗斗争的短发妹，就像从他手里购买装备。听说诺石研制出了重量级新型弹药的短发妹，带着小弟去找诺石。由于在这个世界，金钱已经不管用了，诺石提出需要几个病患去和他做交换。短发妹并没有拒绝，他很快就在基地找到了一个曾被外星人抓去做实验。 死里逃生回来的人，并派手下去查看情况。手下利用自己的温柔和关心，感化了被改造的小黑，也知道了被改造的小黑具有的特异功能，就是遇见未来。他们将他带到训练场，说明天即将去和外星人战斗，希望他能够遇见未来战争的情形，好让他们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小黑也确实做到了。 在他的预知里，他看到了明天人类会集中追捕一个外星人。外星人利用意念控制了一个头盔掉落的人类，让他和小队自相残杀，牺牲了两名队员后，短发妹成功的带领小队抓获了外星人，还砍下了他的头当战利品。影片到此结束，接下来小黑应该会利用外星人赋予他的能力，帮助人类对他们进行反攻。影片虽然短小，但是精悍。 该有的世界观都构建的很完善，片中的战斗环节和特效也做得血腥而不恐怖，包裹着尸体的建筑和外星文明看起来又是那么的瘆人，让人对接下来的情节充满期待。好了，今天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点赞、关注、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！科幻真见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，下期见了。